我在这边修车，我看到停到一辆神蹦的车，然后，然后我看到过摩托车，停在个桥中间的，这个是呢落到下头个，看有点伤。其实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，摩托车的速度过快，驾驶员呢临危操作不当，因为驾驶员没戴头盔，加大了这起事故的这个损害很高。